FM。哎，我觉着咱们这个潘姐姐应该现在算这个港府里头的府花，能差不多吧？这个我就是没有做过调查，我是不是要去做个调查？咱们这形象还有问题吗？对对，我看上去是真的这样。一讲起那个你们那个高薪养廉呢，我有时候想想气死。我最近看到个新闻，你听那个韩风记得吧？就那个写日记的那个韩风，剧场日记。据说他贪污了十几万，有可能要判无期徒刑。十几万还不等于你一个月的工资呢，还不到呢。所以这个内地的官员啊很羡慕啊，要高薪养廉呢、啊、不过我有时候呢也觉得他们其实他们做官也不好做、嗯、香港的官呢，我就我举个例子嘛，就上次高铁通过那个什么局长嘛、嗯、那个是交通与房屋啊，交通与房屋局长。哎呀，你佩服他，你不这个心理素质要非常好。我们不讲事情的道理，几天几夜所有的人都不断地跟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几乎是有点胡搅蛮缠这样。就他们几乎这个方法就是要把你搞得，哎呦，他这个涵养好啊。每一个就这么慢慢地回答，慢慢地回答，最后活成他只要投票了，他肯定赢的。但是他必须让他们有问完足够的问题，所以就这么轮发哟。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府一个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你刚才一开始见到我的说的这句话，其实很代表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官员的一个看法。你说枯不枯燥啊？因为在你的脑海里，你就想做官，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看着很多批阅很多文件，对对对，然后写很多字啊，然后一些假话。但实在呢，现在呢，现在的官员都是要走出去。为什么？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在政改通过的时候，所有的局长、副局长，我们都到街上去派传单了。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我不知道你可能不在香港，就是有一个叫做起锚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坐着开篷的巴士到全香港各地去宣传。我好像见着过一回，好像是曾荫权、曾大人。然后我们一到了这个，我们一到了一个很大的商场以后，就马上被一般就是反对的市民就给围住了。然后他们用一个很大的大声公就对着我们叫，啊，然后我们这边呢也要看喊口号。所以现在的你讲现在的官员在现在香港的这样子一个政治文化改变之后，这个官员是非常不一样。我们从早到晚其实非常留意媒体的一些举动，早上九点钟开会其实就是看当天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在注重点在哪里，有几个事情可能是会引起公众关注，马上就要各个部门一起去处理。包括这个网上比如说对一个事儿公众的那些帖子，有什么骂人的什么，这些政府高官每天上班就看什么。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大浪溪湾啊，我们最近香港有一个运动，就是大浪溪湾是有一个发展商，是一个很漂亮的西贡的一个海滩，那么就是有一个商人就把它买了，就准备发展。然后我们有一些居民呢就看到了以后，就在网上发起了一个反对发展的这样子一个运动。然后在这个这民间的这个反映出来之后，马上政府就要做出一些回应。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如何用不同的条例修改条例去保护像香港的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这个确实啊够窝瘪的，就是我就说我见过一回，就是曾荫权他们好像还喊口号叫裴某就起锚了，裴老然后10米开外就另一帮人拿着喇叭就这么骂他，你还必须保持这种抗打击能力，还照样干你自己的事儿。哎，这现在的这种民主社会你看出来，估计未来就是这个趋势，什么官和民呢，大家都是平等的，对面相见，对吧，甚至很不客气。是啊，那跟你的环境有关。不是前一阵广州不是为了焚化炉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你记得番禺吗？对，后来就是因为民众的反对，这个整个计划都推翻了，揭露出来说是官商勾结，里面有很大的一个交易。香港这些垃圾的怎么办？有没有大的这种？当然我们是有的。我在讲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和民众保持一个联系。最近我们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说，很多副局长甚至局长到财政司司长都开了这个 Facebook，
就是那个在网上开了，我都没开了，啊，开了真小钱也有是吧？他也开了一个 Facebook， 把什么短片拿上去。那么我今天比如说我们上了《锵锵三人行》，那我回去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下，哎，我今天去了《锵锵三人行》，我干了什么 了啊？当然有里面有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内部的一些讨论啊，也你不一定就是及时去公开，但是你很多的政府的这个对于一个事情的这个反应啊等等呢，就很快能够通过 Facebook， 因为这里面是在网上的一群呢。是我们叫八十后，甚至有些可能比八十后还要老一些哈，但是是习惯用网上这个传媒，所以在网上的这一块呢，你其实也在这个你跟大家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能够这个忽略的。所以在很多现在建立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网上的交流，自己做吧。香港我的体会是，我在学校里的这个体会是，香港的秘书非常出色，是不是啊？你现在这个在就像整个这个秘书的效率非常高，但是有些呢，你是秘书不能够代替的。比如说我写的东西和我秘书写的呢，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你时间一长，人家就知道有人代笔，因为不是你亲身第一人称的这个讲话嘛，你是用了一个文件，他不能模拟我，而且有些话我想说的，他可能从他的角度，他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或者我愿不愿意说，所以他就不会代，所以他你至少找一个人去给你做的时候，你时间一长，人家就效果更坏。人家说你自己不亲自来，你找一个替身，是吧？没错没错，我就见过这个大陆一个省领导跟我说，说这个我们夸他讲话有水平嘛，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是给领导做秘书出身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至尊珠宝是2010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后冠赞助商，至美追求，幸福拥有。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当官啊，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儿，尤其是现在。就是你甭管是什么大陆的体制，还是香港的体制，还是什么资本主义体制，我接触一些官员，咱不是帮官员说话啊，那个贪官大家当然都恨不得打死他，对吧？但是我接触很多官员啊，我跟你讲，他都有职务神经紊乱，就跟我包括他们的秘书，实际他这个神经啊高度紧张，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我就发现啊，有了网络以后啊，就像他刚才说的，为什么什么温总理啊，包括胡锦涛主席都是什么上网，有了网络之后很不一样，很多事情呢，你它是不可预测的，你知道吧？过去你说媒体，甚至你有没有姓的，我还可以管理你，对吧？网上出来一个什么事情，一下子就变成民众的这个声音，然后呢，你甭管有没有立法会，你都得想办法去应对。而且就尤其是像就说是大陆的有些个官员，你看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还不像香港的这种公务员机制吧，好像大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违法的，对吧？大家基本上还都是管理挺严格的。你知道，因为在大陆有一个问题，我就曾经给人举例子，就好比说扎安全带，人人都不扎安全带，所以事实上造成你这个民族，也不是你这民族，你这社会啊，违法普遍。违法普遍的，接下去的问题谁扎到谁倒霉，就是说逮谁就是一个准儿。那么于是逮谁不逮谁，这就成了一个完全不可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屁股后头干净，你明白吗？所以他呀，真的有的时候，哪怕他不是贪官，他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出事儿，甚至是别引起别人注意，什么出头的船子先烂。这是文涛自己的这个看法，不过我倒是想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你这个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如果慢的时候，但是你慢呢，就可能就把方方面面的执法的情况你都想透了，你才把这个法去立了。如果说一个法你立得很快，你执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弹性，因为也可能呢，你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没有把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考虑进去，然后一执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有这么多的事情，那么然后呢，你执法时候呢，可能会要调节。那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其实
立一个新的法是很难的，因为要经过很多程序，然后到了立法会有审议，一条一条的审议，审议完了以后还有资源等等，然后最后呢到了落实，你可能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那么但是它这个呢过程呢有好处，它这个好处呢就是说方方面面的意见你都听了，你就不知道我们一个政策来来回回啊，这样像烤饼一样都先烤个半熟拿出来以后大家看一圈再说，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好，然后好整完了以后再去烤完了以后又拿出来又三上三下，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所以你就很慢。这个程序非常重要。而且呢香港一个好处，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吸取了英国人欧洲人的多年的很多经验，他都避免。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是不一样革命出来的嘛，所以就像他刚才说法立的快，那最后呢大家弹性的执行当中呢大家各自拿点好处。而且官场两大弊病，一是额外的收入比本分的多，二是干活不如听话。香港呢第一前面这一条就没了，就是额外比本分的多不了，你看他额外多不了，所以本分比较，那就本分的太多了啊，本分的太多了。但是你说本分的太多，你起公愤了。我们讨论过，如果内地的，比方说省市级的人也有20万收入，他能不贪？我跟你说，积重难返了，你现在就是给的。